Hi guys，大家好，我是泰纳。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我们撸蛮久的项目，Simple 的这个代币。它 Simple 呢，它是一个 wallet，它是一个钱包。那它的钱包是可以，就是可以拿来储存虚拟货币或者等等的。那它现在有发行一个它的 Simple 的代币，那所以我们可以免费撸那个代币。那可以看到，他的 Telegram 的群有了238万8187个订阅者，然后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Twitter 这个 X 也有69.1万的关注者啊，他的YouTube 也有27.7万的关注者，所以我认为是可以去撸的。那我们先插播一个广告吧。如果有兴趣撸空头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社区。那我们的社区是以撸空头为主，然后社区有3步：不推荐投资项目，不卖课程，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反正都是免费的。那如果有小成本的小成本的 gas fee 的话呢，我们会出给大家，就是小成本的手续费用，我们都会出给大家，所以基本上是零撸的。那，我们现在就往手机的方面去看吧。呀，那我们来到了手机的页面，那可以看到，其实很简单，那到时候会发一个 link，那你只需要点击这个 link 进去就可以了。会把 link 放在评论区那边，所以我们现在按 start now，或者是说我们以最新的，那我们就按 start 了，就会按 start now。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融合了 DappDapp，融合了 farming 的一个东西啦，那。一个免费撸代币的一个项目，还可以看到，它可以已经可以就是为可以套提现去到它的钱包了，那我们也试看提现了吧，所以我刚刚有提现过了，所以可以看到，蛮简单的，就是我们每次 farming 按一次，就是我们这个下面的按一次，它就会给我们相应的 spin，看你邀请了多少个人。其实邀请人不重要，可以看到，还有这些任务可以去做。其实任务都很简单，也不难，就好像这个，可以看到，它已经有写了，就是你要把这个 link 发在你的一个 stories，发在一个。你的故事就是你的 Telegram、你的 Instagram 的一个快拍，那需要跟着一些下面的东西，那它会自动带你去那边，no，它会送你一个10,000个 SMBL 的一个代币，也就是他们 Simple 的代币，那这边可以升级获取它的代币，那可以看到 Tab Limit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它累积到这个。数目了就不会再累积，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数目的时候按完。那 coins per hour 就是它会自动的每个小时会给我们一个代币。那可以看到这些升级了，就可以去获得更多的那个代币。那其实邀请人不是很重要，我先说，因为我觉得邀请人给的代币也不多。那 withdraw，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withdraw 就是套提现吧。那提现它是有一个 limit 的，那提现的 limit 是什么？可以看到一定要有3个的邀请者。其实3个邀请者不难，一开始它是以20个邀请者来定，然后会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它变了，然后就比较容易。那他可以看到，只需要3个的 refer 就可以了。他有些，
这个 SilverCoin 即时 listed， 那他到时候会也会跟我们讲。然后可能你这边有20000代币，那你只能套现18000进去你的钱包，因为他也是要控制总量嘛，以免大家撸的太多代币他给不到我们需要的，对不对？那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那我们现在就去他的钱包去看看吧，还这些都是能升级的。注册方式很简单而已，只需要 set 一些不需要你可以就是如果你未成年的话也是可以把年份调的早一点，那就已经可以了。那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wallet， 也就是一个钱包，我们可以在这边把这个我们从交易所的代币转进来啦。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录的是 SilverCoin 嘛。那可以看到我们录了这个5760个，才不久前，你看到吗？7月15号2024年半夜录的，半夜才提现到，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才提现。那可以看到 SilverCoin release， 就是说它现在 release 的时间，还有还有一些速度啊，一些任务刚开始。那它的 token 也会在 Q3 跟 Q4 的2024年做出来。那 listing 呢，就是说上交易所，或者是说上它的这个平台，是要2025年才能，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其实不难去做这些东西嘛，按一下，有空就按一下而已，也不难。那这个交易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也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它的Play Store 的评价。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SilverCoin 是 Europe 那边来的，来这边写 Europe 嘛，那评分也是蛮不错的，4.9的评分。这二的评分是因为禁止中国用户嘛，因为这很简单的了解，那蛮多的一个好评，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录的啦。那也只有那些有些人不能用，因为他是中国用户啊，还是等等的原因，可能在俄乌那边也不能用。那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撸毛项目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下方的那个链接进入就可以开始撸了。那我们下方也会放我们社区的链接。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见。那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如果你已经看完到这边的视频了，你只要在评论区评论谢谢你，那我就会免费送一个USDT 给你，也就是美金送给你。那我们下期再见。